住哪里？是流浪猫啊。瘦身，他就知道我起床了。嗯，他知道我起床了。要吃了哈，要来冲。现在五点了哦，不能太早吃，太早吃就太早饿。来晚一点吃，不然他中午也有吃呢，中午吃了三。像我女儿就是养了，她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忽然间这样？现在变人还要贵。啊，猫要不要的？你们那个特写镜头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那个，有时候要取角度。我也照了很多单。他很规矩，他都会在那边尿尿，他们那边大便，对面那边他住在大便小便。他不会在我们家这边尿尿小便。超过六点了，快要六点了。